邓子成，红爷，我给你军印，你放开他。督军果然情真意切，那我就成全你，让你做个痴情鬼。教授，教授。 你为什么这么做，红颜哥？我尚不是你的人，死我也要你救一辈子。小小，红颜哥，快走！刘军，你没事吧？ 当初不是说好要带我离开吗？现在为什么要搞出这样的事情？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啊！为了我，杀了大帅，为了我要夺兵权置萧红叶于死地。顾墨，你清醒一点吧！我杀了大帅，嫁祸给萧红叶，就是为了牵绊住他的脚步。只有他现在这样，如同丧家之犬，你才有可能真正脱离他的掌控。 不然，若萧红叶还是那个只手遮天的督军，他能轻易的放你离开吗？子辰，他现在已经是过街老鼠，你也已经做成了大帅，我们是不是？顾梦，你难道忘了两年前我从水中救下你的时候，你说过什么话了吗？ 你大难不死，留我一条命在，是要为顾家报仇雪恨。不曾有一日懈怠，我也日夜陪着你。只有我知道你是多么辛苦。后来，你终于凭借着强大的意志，和一颗要报仇的决心，成功变成了一名出色的杀手。现如今，你已经回忆起了一切，也有机会手刃仇人了，却因为萧红叶那充满谎言和欺骗的爱，就想要放弃，只想要离开。你对得起你那惨死的爹吗？你对得起？ 那顾家被灭门的三十余口人吗？对得起你胎死腹中的孩儿吗？顾梦，咱们不能对仇人动恻隐之心，更不能让仇人逍遥法外。就算搜遍整个罗城，咱们都要把他找出来。我们一定要杀了他。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？ 我倒是有个办法，能让他主动现身，就是需要你配合我演一出好戏。松开，督军，请你冷静点，我们好不容易才从密道跑出来，你要造反吗？程明，松开，督军，我们要从长计议，你不能冲动行事。 督军，你现在出去就是送死。就算死，我也不能让他一个人留在那么危险的地方，你懂吗？督军，顾小姐虽然被抓，但她只要还有利用价值，就还有回旋的余地。可您要是死了，对顾小姐来说，才是真正的绝境啊！滚开！ 督军，我们已经知道了，此次大帅猝死是周子辰暗中下毒，这个婚礼就是逼您现身的陷阱。
就算是陷阱又如何？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，活出性命，我都要救他。既然这样，我跟你一块去。陈明，你没必要去送死。自从八年前您在路边给了我口饭吃，我这条命都是您的。陈明，你不欠我的，这是我的私事，是我欠他的，听我的。行，好的，没问题。那当然。看好了吧？没问题。啊，没问题，请进。新郎周子晨，你愿意这位美丽的女士成为你的妻子吗？无论是疾病还是健康，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，对她忠贞不渝，直到生命的尽头吗？我愿意。新娘顾梦，你是否愿意这位男士成为你的丈夫？无论是疾病还是健康，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，对她忠贞不渝，直到生命的尽头吗？我愿意。在场的诸位来宾，有没有反对今天这场婚事的？如果没有的话，现在我宣布，我不同意。梦儿，我带你回家。就凭你？周子晨，你的大帅之位名不正言不顺，还坐得稳吗？我的事就不用你操心了吧。我可以把军印给你。哦，这个提议倒是挺有诱惑力。只要你让我带走梦儿，我可以什么都不要，对你不会构成任何的威胁，你的大帅之位也会更加的稳固。你的意思是，我说什么你都答应？对。跪下。可以放他走了吗？好，本帅也是通情达理之人。军印。梦儿。
快过来。天飞舞的流萤会聚上你，就像我。